当天上午八点，海军舰载航空兵某团副大队长袁伟和战友驾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双机起飞进行训练。起飞不到一分钟，袁伟的战机突然遭遇鸟群撞击。减小转速，好的，保持状态。减小左发转速，减小左改停坡度。因变压故障，